人世间剧中最经典的十句话，第四句：千万别相信什么是金子总会发光，那全是鬼话。根据我30多年的人生经验啊，哪怕是一块破抹布给盖住了，那这金子都永世不得发光。就一句话，机会来了，牢牢抓住。每个人都是金子，我们一生中缺少的是如何找寻让金子发光，并牢牢把握这使其发光的机遇。第五句，什么叫做真正的人情世故？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不说，有选择的说，选择性的说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你既达到了目的，而且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。所以有的时候实话不一定是实情。金老太太被评为剧中最为智慧的演员，不仅仅是因为会说话，懂得说话的艺术更是她洞悉世事，对于人情世故的拿捏恰到好处。所以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，说话都是我们倾尽一生去学的技能。